大家好，我祥顺小蔡。好，这个这一台这一罐是这个洗出来的，冷气管路洗出来的这个液体哦。因为机器清洗实在是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只好用这个咖喷罐去洗。可以看到这个什么，这个是蒸发器里面的这个脏污啊。我光洗蒸发器这一段啊，就是这一个模样，所以。有时候冷气机清洗机哦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哦，当然它清洗效果还是很好啦，但有时候遇到状况比较特别的，已经堵塞严重的话，这个还是得采用传统的方式哦。这个各位可以看到非常的脏哦，非常的脏，所以这个像这个冷排蒸发器最好是换掉了哦，最好是换掉它会比较安心一点哦，冷气系统会比较正常，冷度也会够。OK， 跟各位分享了，谢谢。